掌声有请胡海。哇，迎面走来一位大男孩。你好，杨帆老师，你好，评委老师好，大家晚上好。这个我不知道我应该叫你大哥呀还是叫你老弟呀，您猜猜看。今年我觉得得叫大哥，虽然状态很年轻，我觉得你应该比我大两岁。往上猜，大三岁，还差远了。那总不至于大十岁吧？也不止，十五岁，还是远远的不止。远远的不止，对，大二十岁。我透露一下先，我属虎的，50年的。67岁。杨帆老师，您是我的偶像。大哥，不，叔叔，你这个拉皮儿做得非常成功啊。很多人都说我拉皮开刀，今天我就是要验证一下。我是，你等等，我看看这有没有刀口。原生态的，天然的。还开啥？我看是不是从手这开的刀。不可能。真没做过拉皮儿。真没，真没，真没。我的天哪！关键问题是心态啊，心态年轻。